您今年高寿啊？94了，94啊？哎，哇，您是属什么的？说错字了，属兔子的。您现在身体怎么样？一天三次没休息呢，是的呀，有什么毛病吧？毛病都，我说血糖也太多了，流鼻涕水。哎，你这些药嘛，都来帮我吃，反正吃的老少了，一条根呗。一条根，哎，吃的老少，是吧？一条根呗吃。俺见到他，俺就医药去，没牙齿了，没有牙齿了，没牙齿了。俺叔叔老光了，上一趟好了，又得先去拔拔牙齿，拔好的牙齿都没拔他。好个牙齿帮我拔掉了，假牙呢？啊，假牙没装吗？没长，老早长高了，长高现在不好弄了，把鼻子落脱了。老早搁这上上高个，那现在才落脱了。我主要也都5个小人了，5个。2个是他的。另一个儿子是他的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走掉了。我就想我去考个小女子。现在是小儿子跟您一起住。啊，现在是这个小儿子和您一起住。哎、啊，一米要有3人我的小姨啊，还有老婆，还有女子，丫头可能丫头也不放心呀。要到我有个我去小便要怪高的呀，所以他晚上就在这里住。哎呀，到困了个站，他家是住在哪里呀？说那个后面东岳路呀，阿拆迁呀，一那房子，也拆迁了。哎，一那阿公屋里小房子出去，一那屋里小房子也出去，阿拉搿搭地也出去。这个房子是您的。看看叔叔我呀，阿拉老的死他两年也刚刚去世。呀，啊，96岁死了，哎呦，96岁，也是高寿96岁，一个走火车，火车上走呗，等死，等好我们我火车去，看看没空没，去走呗，几点钟啊？也大概5点钟快火车了。这么早，哎，您几点钟起来嘞？一包车门我还包车嘞，包车的门我老早饭吃好了没？等到伊中午吃好了，伊走了，我困他一觉，2个多钟了。2个钟头。哎，晚上呢？晚上几点钟困觉？晚上6点钟困觉了。睡眠质量怎么样？谁没困不着呀？我困觉也偏浅呀。睡不着。啊，睡不着。等他翻来翻去，滚了，翻来翻去，困呀，困不着，真困呀。那您现在白天呢？怎么打发时间呢？白天怎么打发时间？白天都做什么？我上次去看看电视呀，眼睛看不着清爽呀。屋里我说我这可就前年那个冬天了，像您的这个皮肤啊，还蛮好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奶奶的手上都没什么斑哦。我虽然没补呀，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做了食品厂的，做螺丝厂、集成厂，做什么呢？螺丝呀。做老师呀，阿拉改老师呀，老师做出来好娃娃啦，娃娃改出来，好给我们搬进去，上面了，还是得先一楼一楼装好，装好再卖出去呀，做到退休。做到退休呀，好79年退休了，99年退休，79年，79年退休。5年进厂呀。我做你半年呀，奶奶，
您这么高寿啊，有什么保养秘诀吗？没啥，没啥，我吃也吃的老少。嗯，吃也吃的不多。下午吃的没，吃着蛋糕，像你吃嘛子的嘞。嗯，吃点蛋糕。哎。你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啊？食物有喜欢吃什么吗？什么人不好吃，最近吃着蒸个蛋。哦。没爱吃我呀。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食物啊？俺们啥个好喜吃啥么，也没啥么吃啥么。您平时喜欢吃甜的吗？甜的我不，俺不能讲欢喜吃不欢喜吃，总归有啥么吃啥么。哦，红烧肉呢？喜欢吃吧？啊。红烧肉。红烧就不吃。哦，不吃的。不吃。哦，鱼虾呢？啊。虾子、鱼，吃吧。虾吃个了，俺熬不动了。也吃不动。现在熬不动了，老早吃个呀。以前是吃的。我说我晒我也是吃的。哦。从晒吃的，俺俩娘中风了。中风啊，不避风啊。哪一年呢？俺那一年我不晓得，我上岁呀。我是小张，我十五岁了，也是他的呀。谁吃猪谁吃嘛？俺娘中风了，出去个辰光把我吃，只要吃，只要吃好了，也不我吃了。哦。我吃了嘛，屋里向谁哭？小妞谁哭了？阿姐个咯，阿弟个咯，谁哭了？趁那年，谁讲有个俩小妞呢？没亲的，哭哭呀，哪能会哭几年来的了？跑进来一口嘛，估计俺娘跟那样子嘛，一跟咱跟那爷爷老人娘打得吃了。嗯，你也不容易哦，奶奶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我没啥么爱好。打牌。我打吧。接绒线。接绒线，老早接个。现在不接了。现在不知道，现在谁也不会得动的，还去啥游戏啊？嗯，以前有出去玩过吗？啊？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出去旅游过？宁波。宁波。嗯。其他地方还不晓得。您现在退休有退休工资吧？退休工资有。一个月到手多少钱？4000多。4000多。嗯。您现在是94岁，有劳保，有劳保的工资吗？啊！我说您这么大年纪，啊、有什么补贴吗？补贴有个人管，那公司管管都不能1000块而已。一个月1000块。嗯。哦，这是额外的补贴。啊。哦。我现在啥事都不顾了啦，谁不晓得你是顾的？哦。那工资而已呢。工资也给小儿子，嗯，吃也是他，因为现在是他照顾您嘛。这个房子也有好多年头了啊、哦，好多年了。哎，啊，这个大概有六七十年了呀。对，这个房子以前是谁住的？老早是一个资本家。哦，是个资本家。嗯，还是个妈爸的家，长生个女士，长生个女士嘛，现在。给我们把那老头住，嘛把那老头住。嗯，这个外面也是您家的哦。什么的？我说这个外面也是您家的。哎。哦。这个就是俺那个呀。哦。哎，这坐这一点，坐这一点，两个人才有。